这次的科技创意募集挑战赛，首先我们请到的是新卡一家，可以为我们说明你的科技创意吗？我的 idea 可以解决目前车祸追撞的问题。真的假的？防止车祸的科技，目前我们已经有倒车防撞及前方安全警示技术。让我们来听听新卡的 idea。在所有车子前后都装上大量的 N 级磁铁，这样所有车子都会被迫保持一个距离。哇哦，真的可行吗？我们马上用电脑模拟。这真的太厉害了，看来这 idea 还有改善空间。你再去改善这个 idea 啦，气死我了。